感谢大伙儿的掌声啊！哎，大伙儿呢也都看出来了，怎么呢？我们俩往台上一站呢，啊，位置调换了。哎，是的。其实这什么原因呢？啊，原因很简单，嗯，就是我真的心疼我这搭档啊。哎，这话从何说起啊？你看刚才大伙儿都看到了，我这搭档一分钟的时间，对吗？在这儿给大伙儿跳了一段这个驴打滚。哎，等会儿，驴打滚像话吗？那多卖力气啊！而且大伙儿可能还不知道 啊，我这搭档啊，他这个腰椎有问题啊，对，有伤啊，有病啊，啊，他这个腰间盘突出，哎，没错啊，一节突出，一节脱出，还有一节四级滑脱，好嘛，哎，我还站得起来吗？啊，平时走路都这样的，是吗？啊，外号小霸王龙啊，哎，这，您就甭学了，在这儿啊，不是我学的也不像啊，但是他真是有特点。多才多艺的好演员，啊，那您是捧我啊？我觉得我们相声演员应该是这样的啊，就是搭档之间呢，互相的有个照应，哎，是互相的，对不对？要不有这么一句话呢？怎么说？叫这个搭档如夫妻。哎，这话对。虽然这么说 啊，但是这个关系仅限于在台上，因为在私底下呀，我有媳妇儿，我们两个可以说是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啊，这真的没吵过架，没拌过嘴。停。怎么了？你跑这秀恩爱来了？你干嘛呀？我是跟大伙分享一下我的幸福生活呀。你有点眼力劲没有？怎么了？不知道怎么回事是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我这儿还单身呢，知道吗？哎呦，兄弟，不是这么多年了，一直没对象。你看你个幸灾乐祸的样子，看见了吗？啊，不是我这，不是你还一直没对象呢？对呀。那太好了啊！今天呢，有个问题也想问问你啊，您问吧。你说这个单身的日子怎么样啊？还怎么样？嗯，太爽了，美，幸福，哦，哎呀，还挺想得开。哎呀，你知道什么？你知道单身意味着是什么吗？啊，那你说说呗。单身就像春天的种子，充满希望。单身就是夏天的烈日灿烂辉煌，单身是秋天的落叶自由自在，单身是冬天的雪花浪漫无限。纵然繁华三千，看淡即是云烟，即便烦恼无数，想开便是晴天。一个人过，只要心态好，那就是幸福。说实话，没人爱。哎，你这这是实话，你这踢里秃噜一大套干嘛呀？这是废话，我不怕别人笑话我吗？哎，这个没人笑话是吗？因为有的人单身呢是宁缺毋滥，对，有的人单身呢是只为某人啊，没错，人世间最美好的那就是爱情啊。哇，你看啊，什么是爱情？什么是爱情？爱情是什么？哎呦，爱是一道光，如此美妙，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。听这词儿。爱是你我用心交织的生活，对，爱是你和我在患难之中不变的承诺，爱是用你的手。你跑这背歌词来了你？哎呀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都是。我能背下来就不错了。我就想告诉你，很多的歌曲都是宣扬爱情的呀。是吗？啊，那太多了。那都有什么歌啊？爱情三十六计。爱情买卖，爱情错觉，爱如潮水，爱我别走，爱转角，转角遇见爱，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，如果爱，如果不能爱，死了都要爱。哎呀，这么多是吗？哎呦，我告诉你啊，啊，其实啊，每个人都想拥有一段属于自己的浪漫爱情。没错啊，难道你就不想吗？嗯，说着话，怎么了？我能不想吗？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？我告诉你，单身的滋味很难受的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我告诉你，单身总结啊，啊，就那么几个字儿：孤独、寂寞、冷。你想吧，一个人上班，一个人下班，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睡觉。嗯，这好不容易说了相声了，旁边站个人，还是个男人。不是这个，你不用去抱怨啊。啊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想脱离单身生活，啊，很简单，找个对象。哎呦，你说的简单，还找个对象？找谁？你找我呀，我找你像话吗？怎么了？我找你像话吗？这什么话？你没听明白啊？啊，你找我，我帮你找对象。哎呦，我的妈！你帮我找对象？对呀。好家伙，你看看你，
你脏啊你啊你就不是你合着你一整场就学会人家那句话了是吗？什么叫人那句话？我告诉你，就你这模样，你能帮我找对象吗？怎么了？我这我经验有经验呢，我向您学习经验。那当然了，是吗？你看，我告诉你啊，怎么？你现在你要想追求女孩的话，首先来说，你得把自身的优点展现出来啊。优点？对呀、啊。哎，暖男算吗？暖男好。哎呦，现在很多女孩都喜欢被宠爱的那种感觉。真的，我是暖男啊，是吗？您不知道啊。啊，这好，这好。你打听打听，嗯，真是我不骗你啊。哦，就凡是啊，跟我交流过的朋友，嗯啊，总感觉我这是，我跟你说，都有一股被烧烤的感觉。你们家卖烤串的吧？你真的，我告诉你，就是说啊，就是说每一个跟我在一起的朋友啊、哦，哎，就我那些闺蜜们，我跟你讲。不不，你等会儿，你个大老爷们儿怎么还有闺蜜呢？你这啊，对啊，就是可能因为太暖了，就本来是想处对象的，处着处着就变成闺蜜了。不是，合着你是逮谁暖谁啊？差不多。不是兄弟，我告诉你啊，嗯、你要暖一个叫暖男，是你这暖一堆，那你是个暖气骗子。这暖气骗像话吗？听明白了吗？怎么了？女孩都喜欢被独宠的那种感觉。哎，听不懂什么意思？哎呀，嗨，这说白了吧？啊，追女孩。最简单的一个方法，什么话？你得会说话。会说话？哎，会说话吗？不会。你笨死我得了。怎么了？行了行了，干脆这样吧，今天聊到这儿了 啊。对啊，那我就现身说法。现身说法，在现场呢，亲自给你表演一下这个恋爱小技巧。我行啊，行吗？哎，那我向您学习学习。这样 啊，那咱们设一下情节。哎，好好。现在呢，这儿就好比是在咱们这个电视台的大厅里边啊。对对 对， 对啊，人来人往的人也不少啊。是。这个时候呢。一个小女孩啊，不小心撞了这个小男孩一下，哦，然后故事就这么开始了，哦，就这么简单，情节很简单吧？可以可以可以，咱俩给表演出来啊，行，这样分分一下角色，还有角色呢？那当然了，那这样吧，啊，我呢就来扮演这个阳光帅气的小哥哥，你吃蛤蟆了？我的妈呀，阳光帅气的小哥哥，你太阳光了，嗯，你都快晒成一块炭了，知道吗？你管我呢你，哎呀，你也甭闲着 啊，怎么着，你给我扮演这个美丽大方的小姐姐啊，我来那女性好不好？啊，没问题啊，那咱现在就可以表演了，现在开始行吗？你化好妆 啊，可以可以啊，扮演一下那个小姐姐。哎，好嘞好嘞，行吗？您大伙看看啊，嗯，好了吗？哎，来啊，这个还有啊，你看我像不像小姐姐？我看你不像小姐姐。那我像偷鸡蛋的。我偷什么鸡蛋呀？哎呀，行行行行了，那凑合来吧，凑合来吧。差不多就这意思了。就你打这边来，我打这边来啊。啊啊！行，情节记住了吧？哎，记住记住。现在开始。现在开始。来啊！现在表演。小姐姐，你撞到我了。对不起，我撞到你哪儿了？你撞到我的心里了。哎呀！别动啊！你的脸上有点东西。什么东西？有点漂亮。我的天哪，你的眼睛真好看。是吗？不过再好看也没有我的好看。哼，因为我的眼里全是你。哇，它好甜哪。怎么样，被甜到了吧，我的小黄鸭？小黄鸭？嗯，谁是小黄鸭呀？你是我的小黄鸭呀。怎么呢？你的手不分谱啊。谁说我的手不分谱啊？还真分谱啊。讨厌。你占我便宜，我不理你，我走了。你走吧，不要让我再见到你啊，否则见你一次爱你一次。油嘴滑舌。讨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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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女的劲儿太大了，你看我手都破了。宝贝，疼吗？疼。不，再疼也没有我的心疼。哇，亲爱的啊，打今儿起你就跟我走吧。去哪儿啊？上我们家的户口本里去。上那儿干嘛去啊？这样你就是我的人了。
我的天哪，他嘴跟抹了蜜似的，哇，我好幸福啊。哎呀，老公老公抱抱，我要公主抱抱，飞起来的抱抱，我要抱抱。不是，咱适可而止，你主要是体会我刚才那个语言就行了。哦，你还抱抱呢，我抱动你吗？我不，您的意思是让我学习您这一套。对呀，就我刚才那一套话学会了吗？学会了就能搞上对象吗？这都没问题。您给我个机会。干嘛呀？您给我个机会，让我呀也来一回行不行？哦，你想再学习一下？我演你那角色呀。啊，那这样吧，角色互换，你呢来这个小男孩，我来这个小女孩。可以啊。啊，咱俩就是体验一下。啊，行行行吧，你来这个。行，我这样行吗？你呢就按我刚才那套词儿。你那套词儿。一模一样的来。小姐姐，你撞到我了。对不起，我撞到你哪儿了？你撞到我哪儿了？哦，你就撞我这儿了。我撞你这儿咋了？你撞我这儿就不行。不行我就撞了。哇，你还真给我来劲呢。哎呀，你这玩命来了你啊！我刚才是这样吗？哎呦，不好意思，我命，你好好想想。我忘了，我想想，想起来了啊，那个被我甜到了吧，我的小野猪，小野猪啊，什么乱七八糟的啊！我走了，别走，你走是吗？你走，你一会儿你就掉沟里，你掉沟里，不是怎么了？你看，我手破了，手破了没关系，啊，这还差不多呢，这个。还知道给我手破了呀，你一定要注意，真的。你给我套个塑料袋干啥呀？爸，你失血过多，这不给你接着点吗？我接着做血豆腐去啊。你到医院再输回去不就完了吗？那还管什么用啊？你就不会说点好听的啊？说好听的我也会啊。你说，打今儿开始你就跟我走吧。上哪儿去？上我们家那户口本里去。干嘛呀？这样的话我就是你爸爸了。这去你的吧。